各位同心，请坐，即马开始上课。各位同心，请坐，即马开始上课。来，咱各位同心，大家午安，大家好。好，我叫做潘良华。真感谢各位安尼，遮辛苦吼，还佫倒来点招。那么看到姐姐咱遮个老同心，啊，我来感觉有回到家的感觉了哈。那么今天我要来向各位介绍美国的国会，我来简单来介绍。好，我来，这个我咱电脑做真无用哦。你一个人爱管几项哈？好，那么咱即马连咪要执政啊哈？那么咱做一个执政官员，就是公务人员，咱爱有啥物款的心态哈？啊，我简单就讲，第一，咱来以公仆的身份，哦，来服务百姓。咱即马要服务的是本土台湾人，唔是遐中国难民哈。那么，咱伫合法的范围内底，咱来尽量来脱离咱本土台湾人所开设的工厂也好、商号哈，还是任何的咱爱个服务的事项。哦，咱唔是像中国人提呢《中华民国宪法》哦，啊，包括一挂行政命令来个台湾人用这法令，甲咱本土台湾人白甲死死。啊，互咱做代志，白卡白手。我定有咧想讲，哪卖因来甲咱管吼？啊，着薪水分照领，搞不好咱哦，比即马佫较进步足济。吼，啊，因有时啊定咧比讲，嗯，较早咱拢大草厝，拢骑脚踏车呢，拢比日本时代因多来接受的是安尼啦吼。那么，咱即马爱甲咪讲的是讲，你若要比同迄个年代，如果咱即马继续迄落日本管哦，咱是跟东京同级的啊。吼，你袂使跟几十年前咧比讲，较早安怎啊？咱即马进步安怎？你得讲同时间，吼，那2014年，哦，你得爱比北美2014年，咱较早日本母国，即马东京外进步，人因已经伫35年前到新干线。都高铁啊！咱伫5、6年前，较伫阿扁啊任内，吼，甲高铁做好起来。伊现在就搁咧讲，嫌讲咱咧是普通难题，吼。啊那啊，因即马坐甲爽甲呢？啊，迄阵咱台湾人话就什么？普通难题，你若来坐吼，脚真好，嘿。啊，唔知有暖无吼？哦，因即马嘛坐甲欢喜甲吼。啊，所以咱是要来服务咱本土台湾人，唔是像因用法令甲咱北关关卡卡安尼动。你若送件要申请着啥物件，哦，伊那若无等，吼，你若无提前来讲，袂甲你等因啊，袂互你过。哎，啊，前来就好讲了，吼，安尼，好，所以咱爱有这个心态，哈。过来，咱来秉持民主、自由、法治、人权，吼，公平正义，吼，关怀弱势，永续经营这个精神，永续经营台湾的精神，吼，因为咱以后子子孙孙拢要带这块土地来徛起，吼，咱唔是像因中国人遮难民来
把台湾当作客居之地，刚才像咧带旅馆安尼，带大马仔拍拍屁股要走人。因若伫台湾捞了足够的钱，因就想办法要移民，要去加拿大、要美国、要去澳洲去啊。因无迄个心要靠咱大家做伙拍拼，所以中国人来管台湾了，接管台湾了，因敢若叫咱台湾人拼经济、拼经济，啊拼拼纳税金，互伊学袂开。拢引进一寡人先进国家无爱做诶，即个头路咧，互咱台湾人拼经济，像石化工业，即高污染诶。澳洲一个土地，台湾诶百几倍，人口嘛差不多2300几人咧，堪咱好平济。人因无爱做石化工业咧，因为迄个技术咯，因有发明足侪作家制造塑胶诶即个技术、即个专利，但伊较授权互中华民国个台湾来做。我们台湾人去做，啊，污染在咱台湾呢。因澳洲土地遐阔，因都舍不得污染因的土地，吼，因保护因家己的土地环境。啊，中华民国，因这统治阶段，因无想讲要大家拥有大家徛起，所以唔开引进这款高污染、就高耗能的这款呢，工业要来我们做哈。啊，我先再讲一个故事。卖酒哈，就进来 long stay， 啊，就介伊住伫一个养猪户，吼，阿姨就往那后饲鸡饲鸭，啊，即卖伊参观的时，迄个主人就讲啊，总统请你行头前，啊，主人真客气，把迄个卖酒啊真客气讲啊，无啦，你行头前，甲阮引出吼，甲阮导览，啊，迄个养猪户甲讲，无啦。我关系较关系，行伫前生后壁，伊都赶阿赶弟啊，关系啊，伊煞较因安尼啦。啊，怎到迄头，我那办一道请伊，啊有一个空空归只个鸡无，空甲烂啦，慢叫因硬鸡卡起来，哦，这个凤爪好，妈嘿哩，讲硬一只没有主人家，可以讲没有主人家，主人讲啊。包括总统，我们无咧食鸡卡啦，我拢留互狗仔食啦。好啊，啊恁就是恁，咱要做行政官员哦，做公务员，咱来做好吼，唔好做到人讲啊，你这精神啊，吼，做好，互人甲你尊敬。即马大家拢拿马英九开玩笑，当作趣味吼。来继续。好，来进入主题哈。这个就美国的，不是白宫，蒋介石哈。这个就是伊个国会大楼，国会大厦哈。啊，一边是参议院咧开会所在，另外一边是众议院开会所在哈。啊，这是互因开会的情形。那么美国国会伊是分作两院制，哦，有参议院。甲众议院，好，那么伊联邦的参议院的议员是代表州，哈，每一州会当选两席，所以50州当中会当选100个参议员。那么伊的任期6年，但是每2年都要改选其中的3分之一，所以这100位有可能33个，哈，要定改选。那么参议院的议长是总统的继任第二顺位。那么有人会问讲。啊，那要要6年做一改选，其实伊这好处就讲，每2年改选1/3，就是每2年有上新的民意有1/3搁入来。啊，而且这些新入来这种菜鸟啊，啊，搁有另外有4年后2年任期还袂满，这些老鸟会使带这些新的众议啊，都参议员哦，甲教因讲安怎参加立法，哈，一听一听讲老手。带新手哈，学长制的味道哈。那么联邦的众议院，伊是代表人民，众议长是总统的继位第三人选哈。那么众议员的总数法定是435名啊，任期2年，但是每2年，这435个众议员拢总要去定选。嗯，啊，这头头拄啊，
无啥共吼，无留一寡吼，做劳教、做资深的议员，啊，人来讲，啊，哪会要设计安尼？啊，伊这个设计就是美国，伊的意思就讲，你只要选到众议员吼，就任迄刚开始，这两年你好好甲我做，好好甲我立法，唔好去做其他的杂务吼。无，就莫像中华民国体制下哦，立法院拢咧忙啥？婚丧喜庆，咧白条啊卡，咧包红白包，浪费时间伫这个所在，无好好认真，费精神，甲咱的立法来做好，或、哦、者是作浪费，好不容易选一个选一个这人才，吼、哦，所以设计每两年即435个。隆重的定算，无予你偷鸡摸狗的时间呐，哦，唔免予你讲，反而讲哇，第一年咧学做众议员，啊后一年咧反而讲，爱阁进来白条啊卡，准备选举，吼、哦，唔免浪费遐时间伫红白帖。那么美国国会是美国民主的象征，因为国会的参众议院的议员。拢总是爱民选，一票一票选出来，啊，所以伊代表民主，哈。那么伊个美国个立法机关国会，哈，是立法、行政、司法是三权分立，哈。但是国会这个立法权是三权之首，哈。因是立法、立法个法来予行政机关，哦，就总统因这行政部门好好去依法行政。啊！你行政部门，你若无依法行政、贪赃枉法，哈，后壁有一个司法机构会甲你起诉，哈，甲你判刑。好，那么国会伫众议院有20个永久性的常设委员会，伊本身就有立法权，哈，因若提案送出来到议会有通过，哈，我来将变作法律。那么咱来看有。对几个委员会，有农业委员会，吼、哦，拨款、军事预算、教育、甲劳工、能源、甲商务、金融服务、政府改革、国土安全，众议院的行政委员会。那么你看，也有一个政府改革委员会，吼、哦，因随时咧立一个较好的法，要来规范行政部门，包括因本身，吼、哦。这三个单位就是国会啦，还是行政哦，还是司法部门，要有啥物好的管控措施来立法安尼。过来，咱来看另外10个哈。过来，国际关系委员会司法啊、资源规则、科学、小企业、官方的行动准则、运输甲基础设施。天国军人啊，啊个筹款委员会，再个有一个官方行动准则委员会，啊，因对官方应该拄着啥物代志，有一挂 SOP 哈、啊、标准作业程序，哦、啊，有一挂规范啊，这个行动准则，用来不时咧修正和、啊、修改。过来，美国国会权力的主要是立法权，啊，伊内底有包含。列举权和禁止权哈，那么国会所通过的法律基本上是大原则上的哈，那么其他的细则是由行政机关来拟定计划啊，和施行的细则啊。那么咱来看伊的列举权，这是国会的权利，伊有列举对规的权利哈，这是依照美国的联邦宪法第一条的第八款，啊，这内底有差不多要30条哈，那么我扣几下起来讲呢哈。第一就是讲，美国国会有权利来规定并征收税金啦、关税甲其他的税务，以相互国际并为合众国的共同防疫甲全民福利。共同防疫就是国防哈。第二就是铸造货币甲调节伊的价值，并制定度量衡的标准。再来设立邮政局甲建造驿站。啊，即因为即宪法伊是200几年前吼，都设立个，啊，迄阵都也无啥物铁路吼，所以连邮政局嘛是国会爱处理个吼。
再来为促进科学甲实用技术的进步，对作家甲发明家的著作甲发明，予因一定的期限的这个专利的保障。哦，你看因遐早遐早以前都有这个智慧财产权的保护措施哈。再来，目的及甲维持陆军配备甲保持海军。制定有关管理和控制陆海军队的条例，再来制定召集民兵的条例，以执行联邦法律，建立叛乱和击退侵略。啊，你注意下看，陆军和海军，迄阵还无空军的吼，这真早以前。那么维持陆军，还佮配备及保持海军，这拢爱开支。你要维持这陆军，爱发薪水啊。啊！你啊配备这装备武器，你嘛爱买好的武器，或者军人用啊。哦，这拢爱开钱，国会爱编预算哈。所以军队是国会咧控制。啊，所以美国你若要向其他国家宣战，爱美国的国会授权，和总统、行政部门去实施哈。那么美国宪法有一挂禁止国会的权哈，这个联邦宪法第一条第九款就讲人身保护令的特权不得停止啊，不得公权甲涉及既往之法令不得通过啊，啊对各州所出的货物未使扣税，哦，这就是美国宪法禁止国会的权，你只你未使搞通过这款的法律。叫做禁止权啊。过来，咱来看伊立法权的立法程序哈。第一个就是要先为参众两院的议员提出法案，过来上交所属的议院工作人员来立案，来甲编号哈，啊甲标题加起来，叫做议读。过来送交相应适当的委员会，就我头拄仔讲。虽然有二十个常设委员会，但是伊其他还有百几个非常设委员会，哦，哎，上有因较适当的委员会来举办小组迄，那个公听会，哦，那么这个公听会就会当决这个案的生死啊。一般，那伫遐被无通过的废案，迄案就到这结束啊。如果审议了有通过，变成成案，哦，来。那多数委员赞成，哈，就上交专院去会议啊，你审议。过来就上去议会哈，由工作人员一句来朗读哈，这个法案，这等于是二读会议。过来上去全院审议会议，跟他朗读标题，并投票表决。那表决通过就是三读通过哈，三读通过了。你爱个上去和另外一个议员，比如这个案呐，为众议院提出通过了，你爱个上去和参议院表决通过，啊，好，啊，即嘛两议拢通审议通过，这个法案都要上交和总统，和总统去签署，啊，但是那总统签署就变作法律了，但是那总统启用复国权，安尼。就要送回去看是为对一个议员提出的议案，送回去定审。但是有条件，就是讲，你美国总统，你要把你反对的理由，你否决的理由，要注明下去，看你是反对对一条，还是反对对一个词句，还是你有什么意见，你要加起来，你加起了，才会当退回，吼，袂使无理由共退件，吼。好，啊，那安尼了，如果提登到经过参众议院，佮同意票超过三分之二以上，安尼即个法律、即个法案佮通过，就推翻即个总统的否决权啊！即个法案成立变作法律。另外，即因涉及即个三权分立，即个立法佮行政部门有互相制衡的力量，总统拥有否决权，但是。退回了，参众院呐通过超过三分之二
的再度通过哈。因这个平衡哈，制衡互相制衡互相平衡。好，那么各国有非立法的权，各有分六类哈。一个就是选举权、行政权、管理监督权、制定权、调查权、甲司法权。好，咱一人一人来看哈。选举权就是讲，伫总统大选中间，如果无半个人得到半过半数的选举人票，安尼就爱有由这个联邦的众议院来选总统。但是迄个时阵，每一州干那一票尔。那刚才咧参选这个众议员，每一州是看人数，好啊，参议员是无论你州大小、州人口侪少，拢两席。但是众议院就依照人口数哈，像那阿拉斯加迄人口足少的，伊刚才两选三个众议员呀。但是伊即个那过无半个候选人过半数，这个选举人票。安尼就用每一州一个代表票来算，哦，众议院的每一州干那一票呢，哦，那么参议院就来选这个副总统。那么众议院的上大州的迄个加州吼，伊会当选53票，哦，伊是州上大州哈。后来行政权，那总统委派高级官员啊，比如讲最近这个。联邦理事准备会这个主席哈，即嘛换一个查某的哈，叫做耶伦。美国总统甲提名伊要来做这个主席，嘛爱过美国的国会投票通过哈，才会当就任。那么行政机关跟其他的国家签条约，签好了嘛爱过送登来美国的国会批准通过，才会当遵守。哦，包括头拄我讲的。宣战权嘛是国会爱授权，国会通过了授权落个行政部门去宣战哈。过来管理监督权，美国国会有权增加还是减少，还是合并，还是创新一个新的行政机构，并增加还是减少预算。那么行政机关都要定期向国会来报告并接受质询哈，啊，这是。监督管理之权哈，好，那么即马上新的创新的这个行政机构，一个叫做美国国土安全部，哦，这就是这个9/11事件了后，美国整合所有的这个政治单位哈，甲一挂救援单位，哦，整合做一个叫做国土安全部，这是2003年成立的哈，好，过来制定权就是。美国国会有权制定甲修改宪法，好，啊，你即马修宪程序咱来看嘛哈，就是爱伫参众议院中间爱超过3/2以上的席次赞成并提案，啊是爱全国有3/2以上的州赞成，安尼就会这样召开修宪会议哈。那么通过了，啊，佮经过3/4的州批准，修宪案就会使成立。那么，你安尼甲看，国会通过修宪，吼，的案，嘛爱阁予3/4的州批准，即4/3等于爱38州有通过。另外，州本身嘛有权利呢。你国会通过，若无阮即50州3/2以上，38州以上，甲你同意，你嘛袂使变修宪通过吼。所以那种互相制衡的作用哈。过来调查权，美国国会有着立法、甲监督政府的运作哈，来组成专门的机构来调查政府有不当的行为无哈，也这个权力哈。那么靠名调查委员会哈，有这几个，国前调查委员会尼克森水门案、伊朗军售案、挑战者。太空梭爆炸案啊，甲克林顿的丑闻案。啊、那么，比如越战调查委员会就是讲，当初，哦，六零年代，咧拍北越时哈、哦，美国你迄个时阵是世界超强的国家，啊，你的武器上先进，美军的装备也上好，竟然拍出迄个
AK-47 的三流的国家的北越。啊，你迄阵上一迄落 B-52 轰炸机去炸北越，所牵落遐个炸弹是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区所有的无人机加起来牵落伫欧洲战场才会炸弹较侪，安尼竟然要拍输。哦，开遐侪钱，死遐侪美军，是安怎会拍输？哈、哦，你咧调查这件哈。过、哦、来，伊朗军售案，这个就是讲，当初伊朗迄个国王啊，哈维尼用台湾，哈、哦，用伊朗的回迄、那个激进派的回教组织，甲台湾了，阿廖哥绑架美国人做人质。啊！但是以前拢甲美国买一寡武器吼，遐无人机，即嘛美国国会甲宣布禁运，就是讲你的武器若歹，要维修，我美国无要去迄个卖你新的维修零件吼，啊新的武器也拢无爱去卖你。造成两伊战争的是伊朗的空军，刷这个因那阵妥善率足低。所以无人机那派都拢无得去去哩啊，无得去哩跟伊拉克修战，所以制空权由伊拉克摕去。那么伫安尼情形下，美国为了要救这人质，透过第三管道去跟伊协商讲，我阁卖你这零军事武器，吼，还是这维修零件，啊，你把遐人质放出来，啊，这个事件去予人。那个一挂记者调查去调查出来，啊，所以造成真大风波。是安怎讲？咱已经肯定是敌对国家，你可以甲资助伊武器，吼、哦，这件事件。啊，过来太空梭爆炸案，就是讲要调查，是安怎遐济高级的科学家啊开遐济预算，竟然飞起哩无几分钟崩去，吼、哦，这调查这问题。啊，过来咱来看司法官。美国国会弹劾权的含有司法的性质啊，而且总统所任命的这个联邦的大法官，嘛要经过参议院同意认可才能就任。那么，敢那有众议院的议员，因靠权力吼，做来提出弹劾之权。那么，敢那参议院才有资格来审查。审判啊，众议院提出来这个一切弹劾之权，哦，这因有分工合作哈。过来，咱来看讲，现在美国刚才建国238年呢，就会当变作全世界上强的国家。哦，看下中国号称讲5000年呢，还是埃及的3000几年呢？哈。啊，咱来想讲，啊，咱这几年。咱最近这五年大家过得好无？那这五年来薪水一直增加，举手我看卖，减少我看卖，哦，大部分拢减少呢吼。啊，这有原因嘛吼？我来讲一个故事，就是讲，伫美国有咧开一个国际外科这个学术研讨会。那么下晡时啊，下午茶时间，有三医生吼，都伫走廊咧开讲，林嘉宾开讲。其中一个日本的，一个美国，一个咱台湾去的医生。那日本医生就操蛋讲：“哦，阮十年前，阮的前位手术的外高呢，阮有一个囡仔吼，5岁，迄个火车搞过啊，手搞到脆鼓鼓，阮用前位手术甲修理好吼，甲。”手术好势，接到当的。10年后，人伊伫全世界钢琴比赛得第一名。吼、哦，啊，美国迄个讲，迄闹啥？人阮嘛是10年前有一个10岁的少年囡仔，伊个车撞着，啊，脚爱截肢。阮用鸵鸟的脚甲移植起哩吼，人伊奥运这个招标比赛得冠军。哦啊！即马这两个医生伫咧等台湾这个看卖哪赔？台湾这个来个讲，啊，恁两个拢无啥。阮20年前，
有一个中壮年的吼，一查甫的，往那车后，他个弄一个破的，然后接拢喷出去。啊，阮吼用底下脑甲移植入去，即摆迄个伫台湾咧做总统，啊呢，啊，这就是咱今仔日遮艰苦的原因之一吼。伊若拢无拢卖做代志，咱嘛毋免遮艰苦呢。伊都薪水方面也拢卖做代志，吼、哦，我看咱电脑佫较好发展，对不对？啊，咱即马来看讲吼，到底美国是安怎遮强盛，咱来爱甲学学习啦吼。第一，美国人诚实、踏实做代志，一步一卡印，吼，因袂晓碰风，因会晓偌济就讲伊会晓做偌济，袂讲像中国人吼，讲甲一了乌，了乌可能即马较少人听无啦吼，吼，啊做一本机尔啦。会使讲，啊！都伊都，哦，迄台语歹歹讲，歹歹听。好啦，都反正碰风追击就对啦，吼！啊，人美国人是一步一脚印，哦，你有搞啥物能力，你做啥物工过安尼，吼、哦。过来，美国人大部分信基督教，吼、哦，啊，遵守伊个教义，吼、哦。那么伊个教义基本上就讲信息、公义、博爱、毋盲。那么信息量啊，美国人较有信用，因呐，你若讲白贼哦，你这个人无信用呀。哦，所以美国人对这个讲白贼足痛恨的，啊，这就因为基本的基督教育就是讲你爱有信用，佮诚实。啊，佮来你个欢迎所做的物件，拢作为信用，美国物件足粗用的，吼、哦，吼啊，伊个用料拢总足真本真料。好，我来讲过我一个经验。好，我咧修理电器吼，啊，加一支片子咧加电线，加落安尼，啪一下，我想讲电线断去，结果唔是看煞片子断去啊，断过去啊，变个看 Made in China， 中国制。啊，你甲想，即我会使讲我三十几年的用片子的经验，唔捌有讲，竟然讲片子会断去，电线无断去，片子断去。你就知影讲吼，啊，这两个国家诶实力差，这观念是。过来讲伊，吼、哦，美国人做个打抱不平的吼，急功好义，那对一个国家的人受到迫害，人权受到迫害，伊就要伊迄个世界警察迄个精神就起来，就要过去管啦吼。过、哦、来迫害，吼、哦，这个迫害这真啊，咱对美国人真啊差多济，因为。有钱人赚到钱，因基本上就种来下定，就容易做慈善的代志哦。钱捐到慈善机构，因较少讲要甲所赚的财产要留给子孙，因较无这款观念。有伊开啊，剩的伊就容拢捐出去，捐落这个研究机构研究较好的科技来造福人群哈、哦。你看伊捐予全世界遐。非政府组织的这些慈善机构，嘛是美国人关注很济哈。啊，过来，因哦，搁一个就是讲，譬如认养小孩子，因不是去较落后国家哈，包括台湾，因早起来甲咱认养咱的台湾囡仔。你若有畸形儿的哈，嘛是伊叫甲领登去饲呢。啊，你看呐，咱台湾人，即摆有中国人教讲。哦，伊那边讲养钱哦，拢爱敬个人人呢。你若欠卡欠少，伊不爱呢。啊，美国人伊唔是未生呢，伊嘛是生几个囡仔，几个囡仔呢？你顾家己个囡仔，伊嘛是过来认养一个有缺陷的，叫做领领当去饲。这个精神咱真正爱学哈。过来五万，因美国人对这个国家的前途作为信心的，所以因。拢向前行，啊，无像讲咱即卖大学毕业讲22K，啊，你若想因一定自暴自弃，啊，我22K我都家己只钱用都无够啊，我哪有钱存？我都存钱来都会区买一间啊，上少你无一两千万拢买袂到的厝，伊即卖看破，我无即世人无可能买厝啊。每一个领偌济，就甲开偌济就好啊！吼，拢自暴自弃啊！好，
好，过来，啊，这崇尚自由平等这，哦，这足基本的哈。时间关系，我紧讲哈。美国阁有一部简明扼要的宪法，啊，咱来看伊的宪法基本精神。第一，保护个人的权利；第二，限制政府的权力，因为绝对的权力是绝对的腐败，所以伊要限制政府的权力哈。过来，真正的三权分立哈。啊，联邦的体制，好，咱头拄仔咧讲三权分立，吼，行政、立法、司法，这是伫中华民国体制啦，拢甲行政排第一个。美国是应该爱立法、行政，啊，甲司法，吼。联邦体制就是英国50个州等于50个国家做下来成立这个美国联邦，吼。过来宪法之上，所有的法律。规定，其他行政规定抵触宪法失效哈，过来人人人平等。你只要好好伫美国拍拼，无论你是啥物肤色、啥物种族哈，讲啥物语言，不管你只要肯拍拼，你拢有出头天的机会。包括最近这个为乌克兰和因移民，因的许多人移民来这个美国的，这两个少年囡仔，好不好？创立这个发 APP 的发 App 哈，因为 Facebook 用190亿个美金，等于个要6000亿个台币，甲伊并购，哇、哦，这两个少年囡仔，哦不得了哈，哦，所以讲机会平等，无论你为做一个国家移民来，拢有机会哈，只要你有迄个头壳，哦，因真正的立法、司法、行政分立哈。啊，咱来看，即个拢无要起立鼓掌啦，值得咱台湾人学习。哦，这两组人，美国总统奥巴马直接演讲，讲到足精彩，边啊只参众议院的人，包括贵宾拢徛起拍抱啊，都这两组人拢无白改。啊，咱来看因是虾米人？这就是因是美国参谋联席会议的成员，军人无要鼓掌，无无干政，除了有关军队的事务。哦，这拢参谋联席会啦，大家面啊，你来看，拢安尼平平。加上奥巴马欠伊钱吼，哎、哦，欠无遐钱迄款吼，哟、哦。啊，过来，这是美国最高的大法官吼，法、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大法官是袂就演说的任何内容来鼓掌，因为因代表国家权力的另外一面吼，司、哦、法端爱公正。哦，这拢大法官。伊嘛是坐咧老神在在，连徛起都无徛起吼。啊，即款精神真正咱来学习。过来吸引甲培育来自全世界的人才。全世界呐，差不多大学毕业了，要阁继续深造，第个资源差不多拢是要来美国，因为美国伊有迄个环境，伊有奖学金来提供你的生活费用，伊有一挂实验室诶。高精密、高科技的尖端设备来予你利用，利用你的才华来研究一挂新的论述、新的验证，哈、哦。啊，美国各有这个专利权保护法案，哈、哦，会当保障你所研究出来成果。好、哦、啊，你看，全世界伫1901年开始诺贝尔奖开始发布开始，到今嘛。美国已经摕到320块的这个诺贝尔奖牌，啊，第二名英国116块，第三名德国差不多110块，好，第四的瑞典甲瑞士，以第一名的美国320块，含为第二名排到第六名这5个国家的奖牌甲加起来，较赢6块，拄啊326，好，你来看美国的实力。好啊，那么你要看阿强那边摕几块，到即马摕4块呢。好，啊，伊人口10亿呢，美国较差不多差不多要三亿人口，结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摕4块，日本1.8亿人口，伊摕到16块。好，所以讲起东方这边受到孔孟思想的吼，迄就是因伫教育时阵。细汉都拢填鸭式，眼睛
啊，德国王老师足厉害，哦，伊排第三名，你看，因的教育就是讲，因宪法规定，囡仔袂使伫学龄前就甲补习，就甲硬灌物件给伊，还是用一个框框，哦，你就甲学这个物件，伊毋是，因的意思，这个宪法就是讲，囡仔的责任就是讲，好好啊，快快乐乐伫游戏中长大，你莫甲限制东限制西，互伊头壳放空，互伊家己凭空想象，唔开发明，德国嘛发明足侪物件，所以诺贝尔都得了奖牌第三名，输俾国家英国俩吼，所以教育也真重要吼。哦，啊来注重并保护智慧财产权，你甲看。我拄啊头先讲诶，因美国宪法内底伫两百几年前宪法拄啊写诶时，迄七条，其中就一条就是吼、哦。啊，这个当然美国宪法是七，主要七条，尾啊两百几年来又修正27条，哦，所以加加起来差不多34条咧。人甲美国地理甲遮先进遮强，哦，这就值得咱学习诶所在。今仔时间关系，我讲到遮，多谢各位，大家做伙拍拼，谢谢。各位同仁，今麦下课啊，请各位同仁把椅啊收到桌下面顶，谢谢。请把椅子收到桌子上，谢谢。